嗨，我是葛妹。耶，今天葛妹要来玩折纸，你爸爸买了很多色纸哦。葛妹今天要分享给大家是什么呢？折纸。是要折什么？折包包。折包包哦，长什么样子啦？我还没好。好，那你所以你要折包包跟什么呢？兔子。兔兔哦。嗯。兔兔要折兔兔哦。好吧，我们看一下。再把这个这样子对折，再对折。哦哟。先这样，然后呢，再把它打开。打开。再这样。哦。等一下哦。这个是老师教的，对不对？嗯。宝宝没有教这个，因为折纸对宝宝来说都已经忘光了。宝宝已经忘记怎么折纸，我只会折简单的，什么船啊、飞机啊，可这种的我就真的不会，忘记了。好，再把这个车开，等一下哦，颠倒，这样。好。哦，要这样撑开哦。嗯。哦，厉害哟。这也要撑开。耶。去哦。然后再把它往后。往后。折。颠倒。嗯。把它折一小一小折这样。厉害哦！哦，折两，再折两个。第三个。哦。第四个。好，换另外一边吗？嗯。换另外一边。第一个，第一个是最难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要固定哈。嗯。第二个。第三个。哦呦喂，哎呦喂，第四个。嘿，厉害哦。哦，我觉得这样蛮厉害的啊。第四个，用力折。对，好，要打开了是吗？有点歪歪。没有关系，这没有办法到百分之百。这个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给我。可以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怎么用？哦，你再把它折回来对准哈。其实折那个纸啊，这也是蛮难的，因为如果你可以很难，也可以很简单，好吗？现在打开就打开了，就变成一个包包。包包好看，你真的耶，一个包包。好，现在我要做兔子。你要做兔子，好。要什么颜色嘞？黄色。兔子有没有粉红色？有啊，但是我做了一个。哦，你已经做了一个了。好，那你这是兔子。好，我要拿笔，它可以画眼睛。哦，你要拿笔，好，拿笔快点。好。现在我要用黄色。黄色。找。找黄色还是我帮你找？哎呦，一下子找到了，太棒了。我是助手，助手就是协助。把它放在旁边。好。所以现在要折的是兔兔，嗯，很厉害耶。兔兔是谁教你的呢？没有人教。没有人教哦。嗯。没有人教还可以自己会，这么厉害。因为我有看那个浩浩做啊。浩浩哦。嗯。你的好朋友吗？嗯哼。
算是吧。算是，超厉害的耶。要对准。乐乐是你的好朋友吗？不知道。她是姐姐，对不对？乐乐姐姐。那滚哥是你的好朋友吗？不是。他是你的谁？哥哥。哥哥还是你的王子？变成一个船了以后，再见。啊，这耳朵也太短了，要大一点。要大一点。哦，所以你先把它弄成船哦。嗯。厉害耶！你觉得折纸好玩吗？好玩。这个也要很有天分跟。重点是手啦，手要那个手的那个技术要很好，因为如果你不会折啊，或是手很笨啊，不会用啊，就没办法折那么漂亮。Hello， 好，现在画眼睛，画眼睛来吧。画眼睛，哦哟，画还是自己画呢。阿妹对那个画画这一块也是蛮厉害的。哦哟哟哟，好了。还有小小说。小小说，好。好吧，我们看一下成品。看一下，来讲给爸爸看。这个很，这是兔兔哎，很厉害哦。啊，你等一下要把这个胶带粘起来才不会弹。哦，啊，另外一个是什么？包包。对，超简单。这两个都是我简单的，对，这是分享给大家折纸的，而且我超会折，做包包，我把包包都放在那了。哦，你去拿，去拿，我看其他的包包。哦，这是滚妹她这几天都在玩折纸，我们看一下有哪些东西呢？好，三角形。好，这个是，这也是包包，这也是，然后这也是爱心的包包，名字就不秀了，这也是包包，这我。这我的，这哥哥的，这妈妈的，这你对，全部都在这里了哦。我的很可爱。对，分享给大家，拜拜。